还蛮重要的，因为这我刚才那个技巧没有，你点下去之后，我们打个一啊，哦，其实如果说有出来的时候啊，你就用选的，有的时候那个名称一长串的，你不用背了，你就是让它用自动产生的。好处是第一个你不用背，第二个是绝对不会错，因为这是它敲给你的啊。你选到之后按空白键就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同时它。刮胡前刮胡有没有？你前刮胡，它会给你提示的，所以你只要记得前刮胡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用选的，按空白键，后刮胡，点一下，打一个 raw 啊，因为我要找的是列嘛，所以按空白键，等于有没有？就是我到如果是最后一个是1048576的话，好，然后 then。那这个结构一定要 if then 对不对？else and 这个结构一定要漏是一个都不行。所以这个是 Excel VBA 里面就是算一些基本的，像逻辑判断啦，哈，或者是说一些原则规则这些，其实慢慢各位就要熟悉啦。那刚刚开始其实不熟悉也没关系，就是借由范例，反正反复演练，反复演练，你多演练几次之后，这些都慢慢变成。很习惯的，当然刚开始没有一个人会很快就可以把这个熟悉。可是你熟悉之后，然后初期你可能还要再看一下我的给各位的 sample。所以聪明的话，看之前有同学就把它印出来，好，然后放在一个笔记本，随时可以翻阅一下，需要哪一段就翻阅一下，翻阅一下。那久了之后呢，你就不用翻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熟悉了，好，然后经常使用，其实很快。就可以上手了。那最重要就是说，你一定要找 sample，找自己工作上面会用到的哦，尽量去使用它，因为用久了之后根本不用背了，很快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那接下来等一下第二个部分就是说，我要再来就是说，重新输入的话，就把这些怎么样，给它空字串就好。所以呢，这三个是点 test，它的属性是这个名称。就是 my pv 点 test 等于空字串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my range 点 test 上面这三个都是点 test。